就是它可以有两个温度做调节，舒缓你紧绷的肌肉，帮你促进新陈代谢。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做 SPA。 今天呢，雅兰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非常厉害的喵心机，它们的质感都做得非常好哈。它的造型就真的跟猫咪一样，有没有？超级可爱的。这边呢是开关，这边呢是温热感的哈，就是它可以有两个温度做调节。这个是底座，所以你在收纳的时候非常的方便。这个有没有独家的 24K 金柱，里面有一个石墨烯的发热垫片，开关长按它就开了，再按一次它就会有震动。那这个震动呢是每分钟8500次，再按一次就有红外线加震动，舒缓你紧绷的肌肉，帮你促进新陈代谢。你可以直接按摩你的头皮，它不会用力的去拉扯到你的头皮、前额头。眼压比较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做按摩，你可以达到放松。我都会这样子稍微的按摩一下，因为它有温热感，所以你会非常的舒服。做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整个头变得非常非常的轻盈，肩颈让你气节打开，好，然后让你护肤美容。人家说打通任督二脉就是这样子。每天生活很不规律的时候，很容易疲劳的时候，睡觉前啊，稍微的按摩一下，你按完之后呢，你就会比较好睡，好，比较舒压，比较助眠。这边有一个 USB 的充电，清洁也非常的方便，只要擦一擦就可以了。好，长按它就关掉了。原价是3000多块，那现在优惠价是2480，缺图雀的喵心机。好，喜欢的赶快上缺图雀的官网去订购，居家 SPA 自己轻松做。